宁静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完美过。舞台上的女王 Sally 全场更是团队的 leader， 团宠受人敬仰，近近子真实性情，从野性的美到舞台上身披红袍又唱又跳，然炸全场，逐渐跨越。节目组让宁静做个自我介绍，宁静霸气地说道，还要介绍我是谁？那我这几十年不是白干了？霸气回对人气本事，情恋不惧在很难有底气。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，近近子天天就是跳，跳到那天输了三个啾啾就上了机场，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收拾打扮，人整个缩小了一圈，臀围就缩小了5公分，胸围可能也缩小了很多公分。我现在越来越像爷们前胸贴后背。30位姐姐中有唱跳俱佳，狼性学霸，唱功实力强的人，压力就会有动力。90年代，20多岁的宁静拿遍了影视界的几乎所有重量级奖项，人生堪称完美。近近子谦虚了。